自然疗法心得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谈广义性早发性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都是一种脑神经退化的疾病。我们先来讲阿兹海默症。它这个早期哈，其实阿兹海默症哈很难有什么早期的症状，你只会觉得诶奇怪，怎么忘东忘西啦哈，好像容易忘记这个忘记那个。事实上很多人都想说哦，我老了哈，年纪大了，难免啦啊、哦、难免，所以不大会当成一回事。诶到了奇怪，可能怕洗澡啦，晚上不睡觉啦，有幻听啊、幻觉啊，怀疑人家偷钱啊，哈、哦，或者是出门会迷路啦、啊，变成失踪老人啦、啊，哎，开始找哦，才认为哦，好像有可能是阿兹海默症了哈、哦。其实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中期了，已经是中期了。那么千万千万不能够到晚期。那晚期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吞咽，躺在床上。不会行走，躺在床上，不会吞咽，会吃东西会呛到，放个鼻胃管啊，躺在床上不会洗澡啊，不会大便，要人擦屁股，要人洗澡啊，躺在床上在五年十年啊八年这样啊，这个叫晚期。其实哈、啊、有很多很多人哈 啊都是这样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日子。我们要诊断阿兹海默症哦，事实上哈、哦，不要不必，千万不要去做电脑断层 MRI CT 哈、哦，做这个哈、哦、只会让你吃更多的辐射线。当然啦，医院哈、哦、意思是很乐意帮你开了哈、哦，因为健保可以给付嘛哈、哦，啊这个医院是会帮你开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要做的话呢，就是做简单的非侵入性的 3D 立体脑波就好了嘛，哈、哦。那我们的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都好像 LED 灯一样会放电，它放的电呢就是脑波，它的强度只有心跳的千分之一，所以比较不好侦测。不过还是有仪器可以侦测，它每秒闪13次以上的叫做 beta 波，8到12叫 alpha 波，theta 波就4到7这样。好，所以大家看右边贝塔发西塔雕塔，啊啊，右边是右脑，左边是左脑，啊，这个时间轴，啊啊，中深度的是时间轴。你看这个人哈、啊，他被这个、啊、催眠以后呢，他的贝塔波就消失了嘛，哈、啊，那这个13次以上的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如果要考这个催眠师鉴定哈、啊，就叫他带他的亲戚朋友来看有没有办法说真的脑波消失，这个是不能够作弊的哈，有消失没消失就是知道。所以贝塔阿法西塔德尔塔每个人就是说都可以测出这种脑波，这个19岁的人啊，这个正常脑波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61岁的脑波是这样啊，他就是很严重了嘛啊，很严重的，出门就会迷路，好，出门就会迷路，好，你问他刚才吃过没，他也忘记了，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做了吸的清没有效，做了高压氧也没效，啊，好，治疗也没效，这样。都没有效，他问我要不要治疗，我说你看看啊，要治疗就治疗嘛，哈、哦，他问说治疗会不会好，我就跟他说你的好的定义是怎样，他说恢复到我年轻的时候，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你脑细胞已经死光了，电脑断层啊什么然后照的都是这样啊，死光了，啊，死光了怎么会好？我说哈、哦，可以维持现状。好，出门会迷路要用人带，好，这个 OK， 可是你可以不要恶化。恶化是什么意思？我说躺在床上要人把屎把尿，要放鼻胃管，好，要人擦屁股，不自己不会洗澡，你现在还会洗澡还会吃饭，然后以后都不会了。我说那再严重呢？
我说恢复到婴儿的样子啊，人老了变小孩嘛。他一直问，因为我有一点难以招架，你知道？他说变小孩子又会怎样？我就跟他半开玩笑，我说哈，你会怎样我不知道。我说我小孩子哈，五个月大的时候会抓大便吃了。老人会不会抓大便吃？会哦，对不对？东西给他吃不吃，他吃大便呢，这个不是不可能呢，哈、哦。我都看过，你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人哈、哦，到底要怎么治疗哈、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脑细胞哈、哦，一个一个死啊、哦。如果你被人掐住脖子，脑细胞全部一下死光，你人就死了嘛。可是你死得慢，感觉不到，一个一个死，好、哦，类淀粉堆积，脑细胞也是会萎缩的嘛。萎缩萎缩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啦，右边是萎缩的嘛，脑哈、哦，左边是正常。啊，右边是萎缩，左边是正常；右边是萎缩，左边是正常。这样，好，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这么悲观哦。就悲观，我就不用看阿兹海默症了嘛。哈、哦，好，这边有一个人哈、哦，他才40岁，感觉很不舒服，情绪很不好，很不好睡觉，好、哦、一直多梦，好、哦、每天闷得要死，然后是精神可能又一直想自杀，几乎哈、哦、我所有的症状都给他勾完了，这样知道吗？他老婆是这样，看起来嗯，好像低了一点，好、哦，可是也没有说低到怎样吧，哈、哦，跟前面那个人比起来，结果我就让他去保健馆细心，变成这样呢，你们看，哎，变成这样哈、哦，他是怎样？充电，结果这个人哈、哦、一做完哈、哦，呱呱呱呱呱呱一直讲话。找旁边的人讲，护士讲，护士没有时间，他就找对面的人讲，讲不停。他先生在旁边一看傻眼，他说他这一个小时讲的话哈，比过去一个月还多呢，一直讲话 talking， 我们叫 talking， 哎，这个很常见哦。这个人哈、哦，他更好玩的就是说，那天他在保健馆，礼拜六嘛，礼拜天，啊、哦，就到这个。好、哦，我附近的一个地方演讲，哦，我有发 line 给他，他也有，我们有发 line 给他，他也来。我就把这个脑波说出来，他说王医师那个人就是我，我想惨了，这回怎么办？不知道好还是坏。我就问他说，那你昨晚回去怎么样？他说我昨晚回去哈、哦，精神很好。我到现在哈、哦，10点多离开你们保健馆，我都没有睡过觉，精神好的要死，哦，所以吸氢要小心，有些人吸的心情太好。我曾经有一个吸的4天不会睡觉，你要小心。好，脑波分两种，一种降低，睡得死去活来，闹钟叫不醒，火灾吵不醒，是很强的。我说后来当时我怎么讲，我想说惨了，这回如果你们都是医师吧，要怎么回答啊？吸了不会睡觉，哎，那还得了啊？后来我想说哦，恭喜你，你的脑细胞没死，就好像你的车子充电器还好，充得进电，你知道吗？哎，这个是事实啊，这个充得进嘛，哎，充得进电是 OK 的呢。我说你只要好好的吸氢，好好的吃油，你活到120也会耳聪目明哦。好，标准答案，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那个极致一点嘛，不能脑筋太钝了，我们自己不能先老年痴呆啊，好、哦。你看我已经快70了，你知道，我都不好意思讲。可是我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哦，很多年轻人怕我，他说你脑筋比我还快。我想我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以前也是很钝的。我曾经，我最近一直吃生酮饮食嘛，哦，然后我以前血糖高，高到每天都迷迷糊糊这样，哦，然后做生酮饮食啊，这样。以前我走台大，我住在台大旁边嘛，哈、哦。台大校园走一圈呢，一个小时要停20公尺，要停一次呢。我现在走一整天都不会累，你知道？有一次我去菲律宾玩，他们说：“哦，老人家，你要不要我们扶？”我说：“不用。”不，我走得比他们全部人都快。好，因为我每天还走这个楼梯啊，10层、12层楼走10次，120个楼梯阶。好，然后
我最近脑筋是 upgrade， 好像说以前好像有点像这个宏基第几代啊，一直上升，现在好像 iPhone 不知道第几代了。我觉得我虽然快七十岁，我脑筋一直那个一直 upgrade 呢，你知道？哎，这个真的是这样，一直提升。好，这个跟生酮饮食很有关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我最近有一次，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啊，我小时候马来文会高中，后来我觉得我忘记了。那最近去年过年哈，我就忽然间嘣一声，好像那个以前学的东西又回到脑子里面去了，好像会 recall 一下，好像会回忆呢。所以你们要好好保养你们的脑，好，就算你不想活那么久，不小心活久的话，也不要人家把屎把尿这样，这样知道吧哈。所以说你们今天来这边听哈，不见得你能够治疗你的病人哈，可起码要治疗你自己，不要拖累小朋友哈。好，像这边有一个人哈，73岁，恐慌忧郁失眠，糖尿病16年，肾功能不良，快要洗肾了，多疑易怒哈，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可是没有结婚，妹妹带他来，哇，在门口拉扯啊哈，就是不愿意进来，后来哈说好说歹，怕给他吃一些油，泡给他吃哈，然后吃完油，就是。硬逼着吸去一个保健馆吸吸吸吸完哈，他就回去了哈。我想啊，这个人哈，大概就没有办法帮上忙了，因为他哈很养生的一个人，吃素没有错，我也吃过10年的素，我觉得吃素是好主意啊哈。好，可是哈他吃错了，怎么错呢？他是怕油，低油、低盐、低糖，他的油不敢吃。你去买菜给他，他要先用开水泡一泡，烫一烫才吃的啦。就是没有油嘛，脑细胞欠油啊。好，结果他第二天来，他说：“我问他说你今天来做什么？”他说：“昨天我吃你那一杯油后，觉得很舒服呢，整个人好像清醒了。一杯油而已哦，20cc 的油，就是杀鸡加紫苏加那个黑醋栗油，好吸得起。哎，好，他说我要来治疗，好。”治疗，你看他哈，他脑细胞是这样，变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充电，哇！我看哈，脑细胞怎么会这样，好的不行啊！我说，他妹妹问我，他妹妹问我说，你看我哥哥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说这种老婆哈，我左看右看。妈的，比我的老婆还好！我说你这个人哦，不当总经理也当教授，就是当董事长吧。他说他哥哥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创业白手起家创业的，真的是被我讲中了哈。我常常很多人拿老婆考我，他说你看这个老婆怎么样？我十八九不离十哦，好，不会讲错，我专门研究这个的。你看他的右边这个啊，贝塔波57变172的哈，阿尔法波224变。哦，662呢？哈、哦，左边左脑93变1191嘛，哈、哦，305变700多，哈、哦，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个，老婆变这么好，哈、哦，就是这个就是还来得及啦，他老婆只是缺氧缺油而已，脑细胞还在，好像你灯泡在，只是没有电而已，你电来了就亮了，你灯泡坏掉来电也不会亮，这样知道吗？啊，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概念哦，你要像我本身，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东西，文献是没有的哦，脑波全世界只有我在用哦，自律神经也没有人在用哦，很少人在用，学校不教，医院不用，没有人在用，都是我在用，我成立脑波自律神经医学会，专门研究这个脑波的，所以我很有心得嘛哈。好，你看他自律神经有提升一些，我们就不谈了哈，最主要是他的这个尿哈。我说哇，你这个尿哈、哦，肌酸酐哈3哦，很高哦，正常是1.3，那么这个尿素在82了。我说我们正常23，你快要洗肾了，你知道吗？好、哦，糖化血色素也高，尿酸也高。他说知道啊，医生一直叫我去做人工血管啊，准备要洗肾啊。我说你不用了，不用洗肾的了哈、哦，你用我们的方法。你看最下面这一行哈、哦，他就。大概8月啊、就是2016年10月1号到2016年8天而已哦，啊、哦，他在抽血，
肌酸酐就82降到44，好，肌酸酐三变2点多了。我后来听他妹妹说，后来就没有再回来了。好，听说已经好的几乎跟正常人一样。好，所以说不是没有机会治疗的。好，所以说哈，美国癌症阿兹海默症学会，他公布说，癌症占美国死因的第六位，它很可怕，没有药物可治，没有办法预防恶化。像雷根啊，哦、很多柴契尔夫人，很都是阿兹海默症了、啊、哈、哦。可是呢，传统西医的观点我一概不认同。第一，我认为它一点都不可怕，为什么？可以治愈啊。第二哈、哦，原因不明，哪会不明啊？二氧化碳太高啊，油吃不够啊，酸太多啊，自由基太多啊，怎么会原因不明？乱讲，啊、哦，没有药可治，当然是没有药可治啊。问题是不要用药就会好啊，为什么要用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发明药出来可以治愈阿兹海默症的嘛，哈、哦。说，再来一点就是说，西医认为说，美国认为说无法预防恶化，怎么会没有预防恶化呢？没有办法预防恶化呢？好、哦，像我刚才跟你讲，我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朋友哈。哦学弟，他就觉得，哦，我今天没有把他资料放上来哈、哦，他就觉得比我小很多，他就觉得奇怪，怎么我变钝了，讲话会打结了哈、哦，然后睡觉晚上都半夜会醒来，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好像快不行了这样，可是他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他糖尿病很高也没有治疗，哈、哦，血糖都是到400-500这样，后来我说来来来，啊、哦，老小学弟你赶快过来。我就帮他做热疗，好轻，两天，当天就换成一个人，马上就好睡了。差不多三天后哈，就几乎觉得好像恢复以前这样，因为他还来得早，不过他脑波还是很低，没有变很好。后来他就问我说：“脑波会不会变好？”我说：“你经过这个一个礼拜哈，变成还是这样哈，你脑波要变好，要变成跟我王晴光的一样，哦。”这个叫阿婆生子，要阿婆生子啊，不大可能啊、哦、因为你那脑细胞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哦、因为弱化了。基本上我不会给人家一个不合理的期待，你跟他说会好，那以后他找你怎么办，对不对？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好。我日常讲说，你不要追求脑波的量化，就好像说你不要追求钱太多。像日本人听说是亚洲这个最不幸福的感觉最不快乐的民族嘛，那最快乐的民族就是菲律宾人呐、啊，都很快乐啊，啊、哦，所以说我们要追求一种幸福感，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好、哦、不一定要追求你的脑波多好，我通常都是这样化解我们的这个无能为力这样哈、哦，好，像这个前面讲的也是一样哈、哦，这个前面有提过嘛，好、哦，这个巴金森氏症，啊、哦，他本身也是专业人员哦。他不相信我这一套，可是被老婆太太拖来的、哦、他每天吃一桶的冰淇淋、哦、啊就是这样，就是爱吃甜食啊、哦哦、都是这样。他已经吃药吃到走没有路了，因为来我这里的病人、哦、几乎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哦、啊就是没有严重他不会来的。后来我就跟他做这个这个其他体验亲戚，大家看最右边的一个哈，他尿是5.5，一直到最后变6，然后呢变6的时候他自由基排光了，他后来这个整个人就已经可以维持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停掉巴金森氏症的药哈，基本上我不大乐观，因为他脑细胞分泌巴金森那个 dopamine 的那个叫做细胞，如果已经死掉，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停了哈、哦，所以就要看你的时期。我也碰过一些20几岁就发生自体免疫巴金森没有巴金森细胞的，那种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不是说造谣撞骗，更加乱讲，我们都是有根据的嘛哈、哦。所以说呢，大家要去看一下长篇脑络这一篇啊、哦，这个跟阿兹海默症很有关。哦、还有睡眠呼吸中止、哦、这个睡眠呼吸中止跟阿兹海默症关系最大、哦、我讲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下、哦、有一个人、哦、南非台湾人去南非住了很多年、哦、他被医生诊断阿兹海默症，胖到90公斤，他就上网找到我，他就来这边、哦、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他一直顿，一直很迟钝，后来治疗了一个月
瘦到六七十公斤，瘦到二十公斤，用我的方法，好，然后呢，他就开始打电话跟人家讲，所以我已经好了，这样，他朋友真的觉得他已经不可思议的痊愈的，因为他来得早，他被医生诊断有很多那个 beta amyloprotein 类淀粉堆积，说他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到了某个 critical point 如果还没有到了那个死亡交叉点，其实是有可能好起来的，就算是没有好也可以维持，大概我的一个比较中肯的看法是这样，就看你的脑细胞只是受伤还是已经死亡。因为我们的脑细胞神经受伤分成很多 type， 也就叫 neuroplasia， 就是好像神经被打到一下子麻痹，另外一种叫做 axon thymesis， 那个神经的 axon 轴坏掉，那个可以好，可以长回去。可是呢，如果你 neural body 的神经体死掉，就没有办法，不会再生。可是也不完全如此，因为我们神经我们叫 compensation， 就是说，好，你这个功能是这个管的，如果你这个功细胞死掉，别的好朋友他会回来取代。你看，就我曾经看过一个报告说，有的人奇怪，一边的神经脑不会动，后来另外一边给他取代，因为人的脑还是蛮精密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好，所以我们说我们人类对脑的了解就跟对地球的核心是什么一样，不知道，我们也只不过是知道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已。所以这个阿兹海默症，我们大概根据我的一个经验，我认为说几乎啦，我也不是夸大口，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在我的手里已经解决的啦，你们药厂就不用再去研发什么新药了啦，用我的方法就可以治疗好。你的那个去医学中心，去医院，去大型医院有用吗？你做电脑断层除了增加医院的收入，做 MI 做 CT， 你不如把那个钱拨来给他吃油啊，给他治疗还比较有效。那阿兹海默症根本我认为说你就是阿兹海默症，就是不能够去浪费健保资源造这些东西的啊，这个是我个人的概念了，我也没有去说去试胃啊，去请验，所以我只是自己发发牢骚嘛，所以大家也不要对我太多责难哈。再来就是葡萄糖不要吃太多，我刚才有讲过，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就是你的脑细胞不会代谢葡萄糖，就这样而已。做 PET 正子扫描，你的脑细胞会很黑啊，那没有葡萄糖摄取嘛。那既然你的人的脑细胞就好像人的脑就好像一个引擎一样，既然你的引擎不会烧柴油，你就不要人家柴油嘛，就改烧汽油，就这样好了嘛。因为你可能过去一直都吃葡萄糖，一直烧柴油，最后柴油的引擎坏掉了，坏掉就加汽油，就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个是我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叫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断糖生酮饮食。不是我那么爱人家断糖，真的是断糖是很有效还有细胞内酸中毒，那要怎么排呢？就像我那个大学教授一样，朋友一样，就是吸氢嘛，排热疗嘛。因为热疗的它的那个排自由基排酸的效果比氢好几百倍，只不过它不是说能够一直做这样。第四就是前面讲的要生酮饮食嘛，断糖，还有睡觉要开窗啊，不要梦就头睡觉了，对不对？不然不是说老人家才会阿兹海默症，很多年轻人也阿兹海默症太多了，太多了，30岁40岁阿兹海默症一堆呀。所以你说阿兹海默症是脑神经退化，谁的脑细胞会退化啊？只要你违反了那些定律就会退化嘛。还有兴奋子医学也要看一下才能够完整的你对阿兹海默症的一个了解。也就是说这个这张图的最下面就是找过敏源嘛，再来就是吃到好的油脂，第三就是氢气啊，最后面就是热疗，然后这些方法都可以把你脑里面的酸跟自由基都排掉，然后呢让你的脑细胞改变燃料，然后呢就是不要再吃淀粉啊，既然它不会烧用淀粉用葡萄糖就用油脂用铜来取代啊，这个就是我对这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变化。连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是这样。好，我这边再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人是美国好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有一次，好像是他姐姐介绍的吧，来找我，他说他准备回台湾了，准备回台湾，他说他因为糖尿病打胰岛素越打越严重，
打了胰岛素以后哈，人就好像是什么都忘光了，这阿兹海默症真的是出来。看老婆真的是，我的天哪、一片就满天乌云，没有看到我的老婆。如果是十的话哈，他大概只有二这样，看不到什么老婆。我说你是断糖生酮饮食，可是打胰岛素的人要断糖要很小心哦，要好好的控制。我不会叫每一个打胰岛素的人都马上断糖，要慢慢的转移哈，不然很容易酮酸中毒。这个点我要声明。第二，你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就去做断糖生酮饮食出问题哈，我不负责哈，一定要给我看过，好好教你。结果他真的断糖，睡眠中止症好了，阿兹海默症也恢复了，本来要洗肾的也不用洗肾了啊。这个几乎是讲了一千遍都太多了，太多病人这样。然后最近又有他几个朋友又再来，哎，我写他的名字，我说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现在又回美国了，又重新搞公司了啊。我说他怎样，他说好了。我想他叫他来他也不来，因为我们的患者哦，就是好了他很少会来的，诊所不是一个好地方嘛，哦，医生能够不看到总是比较好，这样我可以理解的，哦，很多人都说王医师你不要再跟人家说我有来你这里看过，这样你最好假装不认识我，哦，好。再来呢就是说这边讲到这里，哦，大家再看下一集自律神经失调。